叫我们停三改。我要出货了。喂，有了有了，挡住了。不知道飞去哪了。好了，那我玩，我想打的。好。慢慢适应中，一定可以突破自己。而且说平台送 PS4， 哇，里面多少东西啊？送 PS4。很多东西送 PS4。这边啊，这边这边，你看平台送 PS4， 这种东西平台是很恐怖的。我知道啊，打上面那个，它好像是个溜滑梯，还是你要让它直接溜过来呢？哎，没想到那个莫名其妙保龄球出现了。目前这个状况，有了。对，就是。我觉得要放弃了，不一定。跨烫喽，有人在跨烫，打后面吗？我觉得打后面。打后面吗？现在没有办法打后面，它又不是杠杆的。跑掉了。把它捞过来一点，让它跨烫。捞过来打甩，打推啊！我也不知道，看你怎么打。啊，好难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好难哦！生命总是会找到出口的。后面那个玩具嘞？直上直下，看看。对啊，我相信你可以的，号称文具达人。对，超爱打文具的，超爱打文具的妈妈。好紧张，好紧张，真的很讨厌。我甩不就跟他不太一样啊。要不要先直上直下呢？现在爪子好像松了，是不是？有比较松吗？它是斜斜的啊。哦。但是我要再斜一点。直上直下呢？跨烫看看。转一圈。啊，就这样塞进去了。哎，我发现其实很多洞。你看它很多洞。它只要再过来一点点就好了。要不然被打磕吧，就这样了。它都是打磕的。可以哦，可以哦，更好嘞，终于打磕吧。我要甩，我们甩不过去。可惜了，不然你再凭感觉吧。哇！好喵，这 Hello Kitty 真的是很爱死哎。这 Hello Kitty 现在挡住我了，怎么办？我觉得你要打车子，那 Hello Kitty 出来，你不就没有挡物了吗？哎。你真打车子，你说直接打车子，对，打一样打到那里面。
你这样对水壶很棒哎，你对水壶很棒哎。出货啊！出货！出啊！快一点，还是有机会。不行啊，现在还是被卡洛给挡住啊。还是我能够像其他抓到我们的，只要他总结出来，然后我们一起来。你出货嘞？反差一点点。这样很难呢，这样子。要甩不要甩，我给你打推。打推啊！嗯，他出货了。可是其实我刚才是前面，因为它有洞洞。哇！终于。很棒啊！很棒，很棒。啊，干的。这样吗？应该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夹后面吗？哦，这个很难呢。出来出货就好了，他这样就出货了。小光，这你 OK 的啦，不要瞧不起我，出货了。好，再来是紫色啊。好像面积的关系，能够从纸上纸下碰一碰，碰一下碰。我觉得看运气了，一分靠实力，九分看运气。有要出来了，那这青蛙好了耶。不会不会，老公你打紫色就好，继续打紫色，打前面，打他的头，打推，对，好抓一点，对，好，对，就这样打。等会换我再指导我老公，就按照刚刚那样，好抓对点，好，出啊，天地宝。哎呦，来老公，给你爱妻力量。爱妻没力量，改成功就出货了。啊，不可惜。差一点呢，那爪顶到。为什么那爪过不去？是怎样？它是一直顶到它。对啊，那爪子顶到啊！出货了，终于漂亮！我觉得好像没有动了。你可以打甩货推吗？对不对？差一点，差一点！刚刚是发生什么事？真的是傻小了，好笑，一点点了，一点点，老公，一点点。不过你坐前面，你坐前面打腿一点点。好笑。好害怕腿让我们。对，很怕，制造我们紧张感。好了，出货了，感觉怎么样？个人感觉。白痴，智障，故意绕英文呢，绕英译耶。好歹我也是个 A B C。加塞尔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耶！台独的才可以听哦。台独是无辜的，台独是无辜的。拜拜。我就打几台比较常打。速度很快。速度很快，要出货嘞！好，出货。